韭菜味道。重重，嗯哼，重。啊，这条还不小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est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，我是 Jerry。 在新麦岛2017年首次在 Conquest 家族当中推出初代的 Conquest BFS 之后，时隔6年 Conquest BFS 又更新了。今天，就来同大家分享开箱的初印象、钓具搭配考量和开光的实钓感受，当然，也少不了吐槽。我选的是23的 Conquest BFS 的 HG 型号的左手卷，这台卷线器，速比 7.8:1， 自重195公克，最大刹车力3.5公斤，最大回卷长度71公分，手把长80毫米，轴承数13+1，线容量1.5号浮碳线45米。卷线器，整机属于枪灰色，机械刹车旋钮，新型刹车有滴答音。出现报警也有，说明书上说，出现报警音的大小和出现刹车的大小成正比，刹车力越大呢，报警音越响。侧盖打开方式，和2021的 CQ 是相似的，底部黑色塑料扳手推到后面弹出来，但是这个侧盖和21CQ 不同的是，它不是和主体连接的，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，特别是在外面钓鱼的时候，如果要打开的话。 S 加这个设计的可能用意是说，这个 FTB 刹车完全是外面调整，所以一般不需要开机盖。不过FTP 刹车的磁子数目也是可变的，不能说完全不需要开盖。而且侧盖连接就是一根轴和一个弹簧的区别，真的有那么多的制造成本差别吗？为什么？此23更新版的线杯和22的 Otterburn BFS 的类似，是 FTP 专用的 MGL3 线杯。我们来看一下空线杯的自重，哇，6.7克，这个重量确实是轻。那带来的好处自然就是惯性小，便于极端轻小饵的抛投。具体线杯惯性对抛投的影响可以参考右上方的小卡片。然后盖子盖回去的时候需要注意，第一就是这个手把侧基座的卡槽一定要和线杯上的一字插销对准，才能保证线杯安装到位。第二，机械刹车最好完全松掉，否则会顶住线杯长轴的一端，会让线杯安装不到位。线杯到位之后只要开始的时候抛投按钮是按下去的，此时不加侧盖也应该能够自由旋转，这是检验你的线杯是否安装到位的方法。装好以后就可以安装侧盖了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要对准。然后在开关合上之前它的侧盖缝隙是不会合上的，一定要把开关关上的时候才会把缝隙闭合哦。那跟2017的初代相比23版的 BFS Con 有以下的不同。首先在外观方面23版的侧盖打洞数目又减少了，这也似乎是这几年 CQ 家族更新的趋势，或者说是整个新麦岛卷线器家族更新的趋势。那侧盖轮廓大小上23的 BFS 和21CQ101 大小基本是一致的，和17版相比略微缩小，而17版的 BFS 的平台也就是14版的离心康，所以这个顺理成章。那在机能方面主齿轮23版是采用了铝合金材料，2017版采用的是黄铜材质。自重方面23版因此轻了5克，
限飞方面呢，刚才已经提过了，二三版采用了同二版 R 版 BFS 一样的 BFS 专属 MGR 三线飞，目的呢是一样的，为了达成这个一克级别的超轻量耳中的抛头。那型号方面呢，二零一七版只有 HG 一个速比，而二三版呢有 HG 7.8和 XG 超高速比8.9两个型号，而 HG 速比呢，二三版是7.8:1，一七版是6.8:1，最大火箭长度一七版是68公分。手柄方面呢，二三版呢比一七版的短4毫米，刹车方面呢，一七版的最高刹车力是4公斤，比二三版呢是高了0.5公斤。限飞方面呢，一七版是32毫米直径，22毫米宽，而二三版呢是29毫米直径，19毫米宽，限容量都一样。那两代 BFS 啊都是用的 FTP 刹车，所以刹车系统呢并没有变化。那这些参数的比较啊，似乎略微告诉我们一点点动向啊，就是二三版的 CQ BFS 追求的是更加及时的微微应对，而在整体的选材用料上，则似乎有略微的放弃部分耐久性的考量，从降低了刹车力、黄铜换铝合金主齿轮、提高齿轮速比这些啊都可以看出。实际性能究竟如何呢？要上水看喽。那开箱初印象，因为我手里啊有不少康，一贯以来这个系列的做工啊都是一流，所以呢我对这个系列的做工要求是极端高的。那说实话，也就算一个中规中矩吧。那开箱的时候啊，有注意到哈 ，S 家把本来赠送的这个润滑油啊给去掉了。这个呢就引发了我的第二个槽点。即便是两年前的 Corrado BFS 里面都是带着这个 BFS 专用保养油的，那这次 S 家仅仅是在说明书上注明了 BFS 专用油的型号是 SP-017P 喷灌，意思啊是让你自己去买啊。那这对已经拥有 BFS 卷线器的吊车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因为以往的 BFS 油啊不会那么快用完，但是呢第一次上手 BFS 的吊油就意味着需要自掏腰包去买一瓶。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在 S 家的产品上越来越多的闻到 D 的味道呢？这个味道是一股浓浓的韭菜味道。那我的二三 CQ BFS 搭档是谁呢？他打就是 Megabus 复古枪柄杆 Pagani Tread F160 的 PopX 干胚，然后呢全金属银色枪柄配柚木的 TIC 的手工雕刻手把。这支杆子啊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细细分享。其实呢我应该倒过来说，因为啊这个 CQ BFS 啊其实呢是用来给 Pagani 当伴的。之前这个 Pagani 的搭档呢是14版的 CQ 的金康101啊，但是呢那个轮子的限容量啊对于 Pagani 来说太大了，而且呢因为 Pagani 的复古枪柄啊必须用鼓轮啊，不然呢水滴轮呢这个线孔太低啊，线会碰到杆胚，那 Pagani 这套杆子就是乐趣为上情调为先的，所以呢卷线鞋搭配呢也必须要有范儿。所以下面呢就来给 CQ BFS 上线。那说到上线呢又不得不提一嘴啊， S 的说明书上明明白白写了哈，线杯啊是不能用尼龙线，那言下之意呢就是只能用 P1 和浮碳线。这个呢就有点类似 Daiwa 家的某些 P1 专用线杯，特别像比如是黑雕专用的银狼双轴卷等等。那各种原因啊就是厂家为了线杯的轻量化，给线杯减重的情况下使得线杯强度降低，那不能承受尼龙线缠绕的压力了。尼龙线和浮碳线同 P 线最大区别之一就是线的弹性，那这个弹性啊对于线杯强度啊也是有要求的哈。那这一点呢其实主要就是在吊线受力，然后你回卷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像重鱼啊，特别是重大鱼的时候，那你回卷到卷线器上的时候呢，因为尼龙线和碳线有拉伸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它卷到卷线器上之后啊，线杯上之后啊，它这个线啊是拉伸了以后在那个完全缠绕在这个线杯上，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对线杯有一个挤压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极限轻量化的线杯不能用尼龙啊，某些人甚至不能用浮碳的原因。线的弹性或者说伸展性越大，在线杯上缠绕几百圈之后啊产生的压力就越大，那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线杯变形了。那虽然这点啊在上次的 Corrado BFS 说明书上也写了，但是呢我专门看了 S 加 CQ BFS 今年这个网页哈，这里面可从来没有提到过关于用线种类的问题哈。这点我说实话呢也是有点不爽的，因为 D 加类似情况啊就写 P1 专用就得了哈。那 S 加线杯虽然是可以用浮碳线的，但是作为微物轮，我想知道一下哈，有多少人会去用纯碳线？而我的话呢，本来就是为了和 Pagani 配合钓中小型水面系的，原本呢就是计划用细的尼龙线来透灵的，现在尼龙线不能用了，水面系呢又不能用细的这个浮碳线，这就让上线的选择啊局限于 P1 线一种了哈，有点失算了的感觉啊。再然后啊 P1 线上线的时候底下还是需要垫一点尼龙啊或者浮碳的，因为前面同样的原因啊我就只能用浮碳线来垫杯。
那然后 P 呢最后接前导，也给线杯呢增加了不必要的自重啊。如果遇到哪位想要和微导环的杆子搭配的话呢，那前导接啊也会非常的不顺。因此啊，这个用线的限制啊，就有点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其实在这一点上，其实我在想哈， S 加就不能把这个 CQ BFS 和 Other 版 BFS 区分开来吗？反正我啊是宁愿在线杯上再牺牲一两颗自重来换取用线的自由，同时呢来和 Otherburn 在抛投性能上区分，那 Otherburn 可以针对纯小物，而 CQBFS 针对大一点的饵，这个不香吗？然后呢大家看这个 CQBFS 的参数表啊，线容量这里啊6磅线是45米，8磅呢也是45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啊也是同样的线杯强度的原因，前面提到的钓线压力问题和钓线缠绕的圈数啊是直接相关的。因此啊 S 加告诉你说啊，不管是 1.5 号还是2号都是45米。那说明书上小字还说了哈， HG 就是73次回转， XG 呢就是64次回转。感情啊这个 BFS MGR 三线杯啊还真的是很娇贵呢。好，这边呢线是装好了，我准备的是10磅的 Power Pro Super A Slick八股的枪黑色皮衣，前导呢是八磅的两号的西格的 InvisiX。好了，接下去啊就要把卷线器装到钓竿上了。不过等一下，问题啊又来了，这 Paga 里的它的轮座啊是全金属镜面轮座，和卷线器轮脚直接接触的话会刮花的哈，轮子脚需要包起来。那以前喜欢的老轮子里面都会配这个包轮脚的薄膜，但是、啊、今年的23版的 CQBFS 里面并没有配备啊，还是不能不吐槽。首先呢、啊。配备这样一套贴纸很贵吗？很占地方吗？其次啊，其实在溪流威武领域啊，很多钓手偏爱复古风钓竿，因此啊类似 Pagani 这样的金属镜面轮座出现的频率啊远远高过其他的，比如现代这种炉钓竿啊，很多都是什么软木啊、塑胶啊，然后橡胶啊和金属的结合啊，根本这个轮座也不怕刮啊。那以前老的卷线器里面都会配的啊，但是大部分呢都用不上啊，现在到了这种溪流专门的 BFS 应对的卷线器当中呢，包脚贴纸反而没有了。哎，反正总体来说啊，开箱的印象呢，轮子是中规中矩的，但是啊，比较客气的说吧， S 加没有以前贴心了啊。那油不带了，侧盖不连本体了，不提供轮脚保护膜了，产品介绍不说线杯用之用线的，等等等等的细节变化，有的时候啊，都让我怀疑啊，是不是 D 加的卷线器设计师啊，跑到 S 加去了哦。好了。21的 Antares DC 里面的贴纸借用一下吧，贴好，这下终于可以把 23CQBFS 装到 Pagani 上。我们接下来就带着 Pagani 和23的 CQBFS 到水边去实钓体验了。暗钓来开光一下这个新组合2023版的 Shimano Cockpit Conquest BFS 配 Megabus 的 Pagani TRAD Triad。 我们就先从抛头开始吧，现在还不是小物，哇，一个大乌龟。然后现在上的这个，我这根 TRD 帕甘尼的话就是一个 PopX， 所以说就从 PopX 开始抛哈。这个是四分之一盎司的，这个当然不是威武抛头的一个范畴哈，这根本就是一个 Bass 的一个范畴。那我就是个 Bass Fisherman 对吧，所以说哇塞，这个鸭子怎么过来了？它过来要吃的啊，爱你鸭。我现在用的这个线哈是10磅的 PE 线，没有吃的同学们，没有吃的。刹车我现在调的最大啊，是四颗。哇塞，这个刹车量还是挺大的。现在先是抛头练习啊，抛头练习，这是为什么我要用 PopX 水面式的关系哈，这个万一炸线啊什么的啊，解线的时候防止出问题。 OK， 稍微慢慢的把那个刹车给调松了，放松三分之一，你看距离马上出来了。挺好，七克的话我估计这个现在调到一半刚好。这是下压抛，好，下压抛，等一下我试其他的方法。
是下压炮，很舒服，非常非常舒服，超轻的。这里真鱼是投放的，那个其他所有的鱼都是野的。试一下这个过顶，先试一下侧头吧。哇塞，这个侧头靠，直接就出去了。可以的，新的窑炸线了，操！哇塞，第一炸，还好还好，问题不大。Fuck that！ 抛头还是要顺着点哈，不要他妈的乱搞，太贱了，一下饭进去给我炸。你看，要轻轻的来哈，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那种卷烟机乱抛蹭，不需要加很大的力气，轻轻一下就出去了嘛。现在是调到一半的，你看还是抛头测试哟。看，太轻松了吧？这个杆子很短啊，这杆子的话是六尺，一共是六尺，这个杆胚是六尺哈，加上手把的话六尺多一点点的可以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8,28的话它卷一圈大概20米不到吧，20米左右，很轻的一下啊，这是20米，这个抛头妈的还是很舒服。那这个做这种下压抛哈，那抛到那种 corner 里面啊什么的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好用，舒服是很舒服，非常舒服。你看这边挖那么大个窝哈，结果上面就没鱼了，这边的 bass 估计已经炒完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换上这个小丁豆，这个是 Lucky Craft 的，叫做 Humpback Minnow SP 啊，是一个 suspending 的，这一定是用一下 suspending 的这 minnow。克重应该在4-5克的样子。这个主要是来测试这个小物抛头，当然这个杆子的话不是特别特别适合，因为它的抛头下限标称是1/4盎司，就是7克，现在而且有点顶头风了，我还是调的稍微紧一些，然后我们开始抛头试一下。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基本上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7的话10米左右，当然因为它的密度关系啊，风阻的话这个要比刚才确实是要轻很多，然后我慢慢的把它的刹车给它放小减小，你会看到它刚才我个抛头的话它很明显的最后把它压下去哈，你看这个的话就可以，这个刹车现在到还有一半超过，大概60%左右的刹车，我们再把刹车调到一半刚好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8,19,20,22,23,24,24的话基本上是在17-18米的样子哈，然后再调的松一些，调到30%左右的刹车，我现在是4颗次子子啊。超粉咯，一点点还好，一点点，所以还是外面有风的关系啊。这样子吧，我还是去那个没有风的地方先测一下，回头再回来钓吧。我这个现在杆子基本上不漏的哈，完全靠这个3-5克的自重。刚才中鱼肉可直接。我现在调到50%哈，1,2,17，略侧风，可以更远哈，来了啊，20米啊，也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鱼线留长一些啊，做这个侧手，略带侧手回旋，1,2,3,4,5，哇塞，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8,19,20,21,22,23,24,25,26,27,28,29,20,21,2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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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有啥贵干呀？您的腿怎么秃了呀？这是穿的套鞋还是啥呀？哎，
我们俩一起钓哈，看谁抢得过谁哈。呀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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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翻译一下我刚才说啥啊，怕你听不懂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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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这个钉豆有个问题啊，太轻了，轻到什么程度，就我前面牵到结碰到线环的时候它就不下沉，它自己不会自由落体了啊，钉豆。所以接下来呢我给它换一个，你看我在换饵，这家伙就过来抢我的鱼了，倒是一点都不怕人哈。看它的腿儿，腿和翅膀这儿真的有点凸，哎，这儿到底是穿的套鞋还是啥，还是脱毛啊？要不要什么传统秘方老中医给你来一下，那成龙代言的什么广告来着，来给你来一下吧。要不要，头发不一定长，毛估计会长，我怕不换饵干不过你知道不，我必须要换一个饵，换上 Megabuster Great Hunting。 他是不是在这儿等我钓到鱼，然后他吃我钓的鱼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一点点危险了。哎，你看看你有这个饵吗，有这装备吗，嗯，你瞅瞅。他说我才不需要你这些 fancy 的装备呢，我是最原始的，自带钓竿，不对，自带鱼叉应该说。我这可是钓后放啊，你这是直接吃到肚子里去了。哇塞，这 Greyhound 直接就沉了。这个估计会比刚才那个好抛很多，这个 4.5 克，但是它的密度什么高一些哈。两个单钩 OK 来吧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抛头性能太好了。一二二七，随便一抛哈，这现在是大概60%左右的刹车，我们的这个可以绝对可以调小，调小一下哈，轻一点抛还是。这个玩意儿太远了，一二一三二，远吧，比你远一些吧，同意不？果果，来，看来他是对我有希望，我觉得他肯定是等我钓到鱼了。四五，等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极限了，再远我估计又该嘲讽了。Hello。险，果然嘲讽。劈线抛头嘲讽最怕就是它勒进去，就怕这个勒进去。OK， 所以它轻饵的话你嘲讽无所谓的，稍微重一些的饵，那你勒进去的话很讨厌。他还没有对我失去信心。还在等着呢，这客人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下订单了不？啊？我怎么没接到呀？好了，这个不能，这个还是就是一半左右的刹车，轻轻的，哎就好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大尖嘴，这是美国田园企鹅吗？太可爱了，这有的时候钓鱼啊，出来也不是一定要钓钓鱼啊或者干啥的哈，出来测试一下这个 CQBFS， 结果就遇到这么一个小伙伴。我说你站在这儿会不会把鱼给吓跑了？会不会？你看他根本就不怕人，肯定是平时吃惯了钓鱼人喂他的鱼了，是不是了？顶峰也不错，这个抛，重，啊，这条还不小了，这条，哇塞，他过来要抢鱼了，我操，这是个爆，跑了，我也，你看他盯着呢，刚才，我勒个去啊，刚才是一条那个 brook trout 哈，这个家伙。刚才过来要抢鱼了，我不跑的话，妈的，我估计我也打不过他，算了。哎，被小孩给吓跑了，哼，真是的。好吧。
那他也换点了，我也换点。fish， 我的嘴，哦，哦 ，little trout。漂亮，好，放死了。手感还不错，当然是什么鱼在帕卡尼上面手感都非常好。你看这只鲈鱼就在这边，我怎么办？它在窝上面。我靠，快把它丢一下。它在窝上面。我这边也没有软饵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操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呀？我想看，我得找一下我包里面有啥。还在窝上面，我换一个 jerkbait， 我包里面什么硬那个前头钩啊什么的都没有，大号的钩子也没有什么软饵，只有很小钓 panfish。 这个先试一下它对 jerkbait 的反应吧。这鱼是绝对已经看到我了，它看到旁边的人都看到无数遍了，我操，看看它对这个 jerkbait 什么反应。走得不够深，我跟你讲，他妈的还会上浮，我操，就慢悠悠的走掉了吧，绝对是要吃底上的。哦，他追 bluegill， 我靠，绝对在追 bluegill。从他旁边也是，我靠，他完全就是在追 bluegill。 OK，这个饵太浅了，不行。哎，这条鱼绝对是已经锁在铲床上了。今天是5月20号，21号，今天是五。那是怕线哈，嗯，走掉了。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咬啊，轻轻很轻的咬。追乌龟，他妈追 bluegill， 追好多东西。铲床，好玩，开光喽，鲁鲁，鲁胖，你看，他又回来了，哼，刚才放走了，他又回来了，挺好，那个，现在没啥，没有伤害哈，那个。只要又回到窝上就没问题，嗯，挺好的。
那个刚才是靠铲床哈、啊，磨铲床，硬耳磨铲床磨上来的。这个 Calculus Conquest 啊 ，BFS 2023版的 HG 啊，开光，鲈鱼开光。好，走了。我们现在换上的是水质，这个是3.5克的亮片。哎，对，八分之一，对，3.5克。然后来试一下啊。刹车还是调在中间。对，那这个抛头还是很舒服的。这关键还是耳的风阻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抛头很舒服的，很方便，很舒服，跟那个 Grey Hunting 差不多。来，看看多远哈。企业27的话，基本上20米左右可能，3.5克，稍微加点力在，虚线收掉再数一下哈。现在是50%刹车，60-70%的刹，30%-40%刹车，现在是更轻松，就是。1.28/29，对。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耳重线，然后这套装备杆长的极限了。在用力啊什么也没有太大的提高了，但是这个非常非常轻松，在20米出头这样子，3.5克。What a beautiful！ 这个颜值实在是太在线了，这个绝对是搭配的，真的是啊，爱不释手。你看，这个因为它关键是什么？那个帕格尼它轮座这边是银色的，那搭金色的话有的时候太跳了，这个整个就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再加上木头，金木水火，火是做这个亮片的，土在我脚下也、yeah, 五星齐全，对吧？杆子也是靠火，对吧？要加热啊什么的，烧干配。哎呦，蚊子出来了，我天！现在换的是那个 Shawblower 的最小号的，我去查一下，反正抛头性能非常好，很舒服。这可以发力头，它流线性很好。曲线收一下，看多远。我操，这个将近30米可以。我本来还准备换线啊，什么换成纯碳线再试一下什么的，不换了啊，就这个皮衣线加碳前导，掉水面洗也可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可以玩那个 jerk fit 啊，小号的 jerk fit 啊。杆子的话这样搭配马马虎虎还行啊，就是关键就是这个线没有延展力，我不太喜欢用在三本钩上，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这个玩一下小的那个 crank fit 啊，什么都行啊，包括小的那个亮片啊什么的，这就是非常高趣味性钓具组合。然后可能你的涉水溪流然后玩一下我们这边的小嘴啊什么的，大一点的鳟鱼都可以哈。那我这套关键是什么杆子呢？如果我再配更加威武一些的东西的话，像 Smith 啊那些专门玩那个天龙啊，专门玩小物的话呢，可以专门来弹那个真正的钓鳟鱼那种小威物，或者钓那个 panfish 小威物。但是我这边实在是没有必要啊，而且作为俺们一个鲈鱼钓手，嘿嘿嘿，就这样子大概下限在3.5克左右啊就可以了，我就不求什么1克左右了。一克的话真的是杆子要配合一下的。像这只 Pop Max 的话，这个 Pagani Tread， 那他丢这个，因为杆子我已经说过了无数遍了，已经杆子力度小，然后调性慢，所以他自己压没有负载也压得弯哈。只要耳的那个风阻不是太大的话，像这个3.5克的这个小铁板那个水质哈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风阻大一点的话，像那个小丁豆那个抛头就稍微吃力一些啊，有顶风啊什么就难了，其他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你要说重量来说的话，它抛头下限至少3.5克。然后我这个一组合的话呢，就是 Power Pro 那个 Super 8 Slick
version 2 Onyx 的黑色的线，然后加上的是十磅，然后加上前导是8磅的那个碳线，就这样子，碳线前导基本上1米左右，就这样，好玩啊，特别舒服，特别特别的舒服。抛头的声音还是很轻的哈。That's weird. That is super weird. It's a freaking thing. This freaking thing is like...Well, it's a chart right here. That is. Man, the freaking chart is right here. Fish. 好吧，的目视，目视 trout， 我靠，目视 trout， 哇塞，我这个都弄不上来。Wow, that's a big one. That's a big girl one. I'm gonna freaking just flip it. 啊，跑掉了。Well, whatever. 啊，总归回头还是要放掉，算了。这个爽的颜值绝对在线啊！然后今天的话，主要是拿它来翘的话，三口上来一个。然后，其他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单钩的话跑掉了。那然后的话还交了一个新朋友，大尖嘴儿。还有呢，就是鲈鱼铲床磨上来一个哈。蟹力的话没有完完全全试到，不过这一套搭配实在是太爽了。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土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嘿嘿嘿，舒服啊！这套就是组合是什么？就是超级的有趣味，超级有趣味，真的是超级超级有趣味。帕卡尼的杆子的话，其实我已经拿在手里面快2年了哈，也开箱也忘了我给大家放了，回头再放一点帕卡尼开箱啊，和以前种的大一点鲈鱼的时候那个感觉，手把啊什么的啊，都是那种老派的那个真正的枪柄，所以必须要配这个圆骨轮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等这个 BFS 新款出现以后啊，马上就配上它。你要是配那个 BFS 的水滴轮的话，太低了不行的，它那个出现孔太低了啊，这边就碰到了就会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很舒服，超级超级的舒服，颜值是绝对的在线啊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就是对2023版西马诺Carquinez Conquest BFS 骨轮的开箱到开光的测评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款新的 BFS 骨轮究竟印象如何呢？会不会有冲动购买呢？我们评论区见吧。好，我是 Jerry， 如果您喜欢大鱼视角频道，请一定记得点关注不迷路。大鱼起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